想想想，也发现林丹中间啊，十几年前那亲像看涉到接受性交台这代志来清洗，我家来这期东西台南地检署分案部长，我那这期公职检察长费玲玲来实质，伊当时发出声明来说明。103年4月14号，好像检察官签呈说要办，他核准，隔天他核准的，核准签办了哈，但是我们是104年5月7号哈，那个调动，他就回去接任台高检的主任检察官的。那后面是怎么签结，他一概都不知道了。惠玲透过高雄的高分检的主任柯先生。张金都来说明当时情形，对着风声遗憾偌清的。做台南市长时阵的幕僚，过去捌做过行政与秘书长的陈美玲，正式才轻轻放下。张金都来表示，讲两个人过去干那是同事尔，过一届好人有实质正案的作风。